这里全是本地美食，你怎么看？我爱衡阳，我爱我的家乡，我要这个。嘿嘿，臭豆腐，好多外国朋友不卖，但是我喜欢。到了，你四川，你不能生选，行不行啊？哎，等等，嘿嘿，你的鬼头粉，我的妈！看过来！哎呀哎呀呀！我不，不能给我！啊！谢谢啊！哎，你们两个怎么说？废话，我和李小红的，是亏吃小了是吧？你想烧我老婆？哎，明显红的好吃嘛。还有两个，你选哪个？我随便，你先选吧。明显这个就有货吧。咦，哇，还有两个大螃蟹。看我的，哇哦，怎么这么多鲍鱼啊，大意了。你是啥？看来你吃饭了。昨天自己洗碗，结果你跑了。今天你洗碗，不就洗个碗吗？嗯，哎，你干嘛？快点吃！我来做庄，你们有没有意见？你的话太多了。你过来呀！你咬我呀！爸爸
干啥呢？哈哈，金汤鲍鱼。原先我有神奇。天空飘来五个字，干饭是大事。谁先吃完我不管，谁吃最后谁洗碗。刘文，这小子太菜了。昨天你整我，今天你洗碗。哎，格子打开，洗不洗碗干死你！开始。不好啊！我帮你们选，没意见吧？我有意见。Nice！ 你是一点面子都不给我！下次不要再喷口水了啊！我帮你选，摔着了，我才帮你。你也不给我面子是吧？给我锤子！你说完。有有有有有有，看到没有？我这个被辣椒也好吃。林子，干什么？你看到他们什么？你说。看你吃的挺带劲。雷都被他玩完了，这是什么？卡拉米，看我的！别说，吃就吃了。我说过你还想跑？我今天哪去？你在做啥？看看你！今天园子呢？你们谁先选？我先选，有没有意见？你对付他吗？真香！哎呀，看我的！帮我不从战士吗？你这个蛋会飞呀！you
做的。你要你的事。全让他们知道了，别去做完。两个小孩子命，谁叫人？我来的。喂，你地方应该也是我先来。炸！哎呀，让你瞧我的。看我的！就你的！天下武功，唯快不破。小卡拉米，干这个！人若他如不死啊，可能他成立了吧？哎，吃饭。兄弟们，尝尝这个粉啊，吃过没有？你当我土鳖啊！现在呢？吃了我不傻。我不傻呢。明天买青菜，你试一试。经理，我是说了，我东东，你们这些小看了没？这小子有点嚣张，杨老板你先选。是个鸡吃到你肚子的。让你叫我啊！尿你妈！开始。
不要吃完了。Two hours later。不够，还有啊，还有。回来！等一下，我再去捉你。你摸不得，我不要。你们谁先选？废话，我先选。最后不要了，给你。哎，没所谓了。
哎 ，Thank you， 你长得跟粑粑似的。我要这个，我偏不信，我就要这个。太贱了！哎。你们谁来复习？我是靓仔，我来复习。这个海鲜，你有什么资格？你有什么资格？我来复习。我就选这个海鲜，龙虾。龙虾，龙虾，龙虾。啊？啥意思嘛？让你再生。天理不是靓仔，我现在不去。那个田里的档次太低，这个海里面的才符合我的气质。不是靓仔吗？有时候眼见未必为实。现在怎么办？表面好的东西有时候不一定好，反之脸差的说不定有惊喜。这玩意每天天天吃有啥不一样的？来，给你吃。明天吃啊。放松点，先吃不惯，我是几位？刘不然，慢点吃吧，我来洗碗。说好的你洗碗，你俩放心吃。感觉真小子不靠。放心，他跑不掉啊。
人都是吃啥？明天给我弄啊！赶紧吃火锅。你们那边都是吃啥？今天全是刀，里面是血血。来吧，李先生，感谢我牙哥。粉丝要搞我，我不敢先选，还是你们先来。徐武姐，韦正杰，嗯，林俊杰，我选你这个。这个没有。如果不是粉丝，你这个就是我的。我不信，我当然我就肯定没资格。过来！哇，五个一彩！随便吃一点算了，这真一点，太随便了吧这，都不饱吧？居然向我惹生气！哎，这个东印度没有波士顿，有一点臭，杨老板，给你先选的权利，
凭什么权利进我薪水？乱给薪水！好了，我们公司论。你有什么自信？我是个儿子。难得发。啊？还有两个嘞，那个。谁给你的勇气？梁金龙，你走开！打不死他，你打死他，你打不死他，你打死他，你打死他！我还有勇气嘞！鬼了吧！最好我是血，结果又是。豆腐的牌坊，我们好眼熟啊！我前几天还叫祖爷爷买过来。我爷爷来海鲜，肯定当鬼了吧！吃了，看行情。把死吧！厉害！下来怎么死吗？弟子们！司令，我先选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我去，这个能吃吗？嘿，把死吧！厉害！不要到手。李仙女，滚死！我再来个包子嘛。不不不，这菜就叫屁麻丁，你不知道有多好吃。到我了。看着你，我来分析你们两个有意见吗？你来分析，那今天稳了。哎，不能打击我的信心。软体动物，这个有两个脚，那边你要不要？那我也不要。这个好得劲，幸亏引起了我的兴趣。你这个是狼中毒。我要这个软体动物，原来是鲍鱼。你别再走，差点被压了吧这里。看我的，我的天哪！他搞什么？可能他不懂，这个只有我们小时候才吃过。先吃不管，后吃去吧。来，过来。难了，走了，打死了，不是，那是什么？
信什么信？不要不信。这个四只虾，这么小的尾，肯定装不下四只大虾。这个一只虾，一只不够吃呀。压了吧，他现在有道理。这个三只虾，我就取中间值。下，压了吧，不信，从来别让我失望过。三只还是这么小，四只更小，我要一只小。啊，大虾！啊！90后吃过但肯定没见过。哎，这样怎么不要了？这种别的用不了，不脆。这种颗粒感饱满的做出来才很脆。你撒这么多盐做什么了？放了盐，脏东西就出来了，虫子也跑出来了。这个你怎么不洗啊？这种两头断了的，他不要，煎出来不脆。哦。晒至6.2斤干，抓成捆，放在盘子里面。重点来了，淘米水一定要加，这就可以吃了。301个小时就可以吃了。吃好耶！你来。吃洋洋，吃什么滚？够你个屁！稀饭才好吃。陈老板。